东文是道场，如闻行故。你要多听法，多听，要多听法，你才不会走偏，才不会走偏。你多听一些佛法，你比较不会走偏，不会走偏。所以多闻是道场，如闻行故。你听了，做了，是走在正道上面。多听一些佛法，对你有益处，对你有益处。他比一般人懂得更多，这个多闻，多听佛法。释迦牟尼佛讲的，释迦牟尼佛的经典，多看一些，你会懂得。无心是道场，正观诸法故。心能够降服你自己的妄心、妄想、妄念，你就有正念。无心是道场，正观诸法故。你的法，你修的法是正的，你的念头是正的，正念正法，无心是道场。三十七道品是道场，十二有为法故。三十七道品啊，就是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七菩提、八正道，加起来是三十七。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菩提、八正道，五根五力加起来是三十七道品。因为你修了这个法，就舍掉所有的有为法，都是无为法。都是无为法，就舍掉有为法，就变成无为法。无为法也就是圆满次第。缘起是道场，无明乃至老死。缘起啊，十二因缘法，十二因缘法从哪里开始呢？十二因缘法是道场，缘起是道场，从无明开始一直到老死。十二因缘从无明开始一直到老死是十二因缘法，就是一种循环，一种循环而已。你看清楚了，缘起就是无明一直到老死。今天我们就是从缘起开始，从出生无明一直到老死，时针老了是最后一个，就是死，这是一个循环。你已经看清楚了，缘起就是这个样子，是无止境的，这种循环是无止境的，这样子循环是无止境。诸烦恼是道场，知如实故。你有烦恼啊，你烦恼你可以看到真理，从烦恼你就可以看到真理。烦恼是道场，烦恼也就是菩提。烦恼是道场，烦恼也是菩提。因为你烦恼了，你追求了真理，终于找到了真理，你可以从烦恼找到菩提。所以烦恼是道场，你因为有烦恼才来学佛。很多人都是因为有烦恼他才来学佛，一学佛你找到了菩提。所以烦恼就是菩提，这个是诸烦恼是道场，知如实故。你找到了实相，就是这样子。众生是道场，知无我故。众生当然是道场，因为众生是幻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众生就是道场。我们现在就是道场啊，不是彩虹雷藏寺是道场。按照那个一般人讲，彩虹雷藏寺是道场，这个西雅图雷藏寺是道场，离开道场就不是道场。不是的，哪里都是道场。维摩诘讲的什么都是道场，众生就是道场。因为有众生才有佛，佛出众生啊，佛出世间啊。你知道了，你懂得了众生，就知道就是无我。因为众生啊，每一个我都是地水火风组合的，是假的东西，一散就没有了。地水火风一习不来，这个我就没有了。众生都是我的组合，那众生呢，一习不来，众生就没有了。所以一代的众生换一代的众生，一代的众生又换一代的众生，所以知道就是无我。一切法是道场，是诸法空故。我们学的佛法都没有自信，既然没有自信，所以法空。没有自信，所以法空。一切法是道场，
知道所有的法全部没有自信，所以是法哦。降魔是道场，不轻动故。你要懂得学佛，学佛你要降魔，魔是在哪里？魔就是在你自己啊，降魔不在外，是在内。你只要修到无生法忍的时候，你就是不动，降魔就是道场，不动，不动摇你的道心，不动摇你的道心，就是不动。三界是道场，无所欺故。这个无色界天、无色天、色天，这个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这三个天其实都是道场，无所欺故，全部都是幻化。梦中明明有力，醒来空空无大千，真的什么都没有的。啊，师尊刚刚亮了自己的身材，哇，惊艳 ，Amazing，Amazing，so powerful。Amazing, so powerful. 哇！不过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告诉你，醒来空空无大千，没有的，念一的小风，咻，咻，就没有了。在你脑海，你脑海能够放多久？Amazing, so powerful. 80岁啊，其实三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是幻化的，包括你个人、你的身体都是幻化的，什么都是没有的。所以融入虚空，真正的融入虚空，得到佛性，真的。所以人间的斗争啊，人间很多的斗争啊，个人跟个人斗，家族跟家族斗，一个区对一个区斗，国家跟国家斗，实在看啊，阿弥陀佛，全部都是一场戏啊。你看乌克兰跟苏俄两边这样战争，将来经过多少年后，乌克兰何在啊，苏俄何在啊，边界何在啊，国土何在啊，没有的。地球有一天啊，它不能住人了。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现在的地球啊，有一天不能住人了。你知道吗？整个地球全部消失了，没有啦，不能住人了。你还在那边乌克兰，还在苏俄，看远一点。你看版图，这个割来割去，割来割去，每一个国家割来割去，越割越小，越割越小，有什么好争的啦？对不对？我主张啊，一个地球，一个国家。护照也不要用啦，没有 passport， 没有国防部长，一个国家，一个地球，一个国家。没有军队，有什么好争的？大家都是同样的，不管你哪一种，都大家都是人啊，来有警察就可以了，维持交通秩序，不要犯罪就可以了，也不要军人，也不要发明那些核子弹、什么弹、什么什么什么臭鸡蛋、笨蛋啊、笨蛋、三色蛋，什么一大堆的蛋，没用的。没什么用的，将来啊，到底是谁会胜利啊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人胜利了。哪一个国家从哪一个国家分出来，哪一个国家跟哪一个国家合起来，合纵连横，中国古代的，你看那些历史，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四国、魏、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宋元明清，这样子一个一代一代这样子打，一代一代的起来又消失，一代起来又消失，起来一代消失。乌克兰跟苏俄战争还不是起来又消失，
是一样的，没有意思。一个地球，一个国家，护照什么都不用用，也不用军人。那虽然我是军校毕业的，我是军事学校毕业的，政科班，啊，政科班大学部，我是那个 Metro，Soldier，Metro，我是 Metro 一颗星，不是一颗星，一颗星就将军了，一颗没发，少校，我是少校，空的啦，空的，什么都是空的，了解了。不过烦恼就是菩提，战争也是菩提。我们来边咪哄。